夺魂穿到龙珠世界，附身在孙悟空的身体里，向纳美克星的神龙许愿，拥有了瞬间移动的能力。在弗利沙来纳美克星前，就达到了31战斗力。纳美克星人，本大王很佩服你的勇气，你是第一个敢直面本大王的人。本大王给你一个机会，臣服本大王，并将许愿珠送上，本大王便会放过你和你的族人。 弗利萨，我也给你一个机会，乖乖夹着尾巴离开纳美克星。我会饶你一命，否则的话，既然你执迷不悟、冥顽不灵，那就怨不得本大王了。稍后我会打败你，然后将你的族人带到你的面前，一个一个的杀死，让你好好感受下绝望。哦、<笑>弗利萨，你找死！该死的纳美克星人，我饶不了你！ 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弗利萨吗？这么不堪一击，这才到哪？弗利萨可还有两段变身没用呢，比克也没有拿出真正的实力。弗利萨被打得身体缩小回了原样，头上两只犄角被掰断了，尾巴少了一截，脸色铁青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弗利萨，你是真的抗揍啊！我看你不如改名叫沙包大王算了。纳美克星人，你成功惹怒我了，我决定了，等会不但要将你和你的族人全部杀光，还要将纳美克星炸成尘埃。 好，纳美克星人，你等着，希望你一会不要后悔。弗利萨，你这副尊容真是丑陋。弗利萨，你的第三形态就这点本事吗？不可能，我这一形态战斗力已经达到了200多万，你怎么还能接住我的拳头？有没有可能是你这种形态太弱了，或者说是我太强了？看来我不拿出真本事，还真拿不下你了。 让你久等了，纳美克星人，好久没变身终极形态了，都有些生疏了。那么，纳美克星人，你就来和我热热身吧。纳美克星人，不错嘛，看你是个人才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臣服于我，整个弗利萨军团，你只在我一人之下。之前的事情我可以既往不咎，怎么样？ 弗利萨，不得不说，你的条件很不错，可惜我不会答应。我多年接收的教育不允许我答应，那就没得商量了。真是遗憾。那么你就准备好受死吧。想杀我，那就要看看阁下有多少斤两了。我只需要拿出3%的实力，就可以干掉你。少在那里虚张声势了。看来你还没有认清楚事实啊，那就让我帮你认清楚吧。 纳美克星人，我低估了你的实力，接下来我将使用 6% 的实力，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得住。尽管放马过来吧。好，真是肮脏的血液啊！不错嘛，纳美克星人受了我一击，居然这么快就缓过来了。弗利萨，既然你拿出了一点实力，那我也该拿出一点实力。你这个笑话一点都不好笑，是吗？ 纳美克星人，本大王原先打算跟你多玩玩，谁知道你一而再、再而三的惹本大王生气，本大王决定不跟你玩了。接着来，我准备拿出 10% 的实力，一下子消灭你。弗利萨，脸还疼不疼？每次都要让我打你脸，你过不过分？你找死！
那美克星人，你真不错，本大王都拿出来 20% 的战斗力了，居然还干不掉你。为了表示对你的尊重，接下来本大王要拿出一半的战斗力了，本大王就不信你还能挡得住。马德，拼了，反正有狗空兜底，真打不过的话就让狗空上。十倍界王拳，11倍，12倍，13倍，19倍，20倍界王拳。界王拳25倍，给我开。比克，弗利萨接下来就交给我了。弗利萨中了我的魔闪光还没死吗？这也太抗揍了。弗利萨远比你想象的还要顽强，他接下来肯定会拿出100%实力的，你不是对手，所以接下来与弗利萨的对战就交给我了。好的，狗空，你要小心些。无妨，谅他也翻不出我的手心。